拜三的节目叫做唱作俱佳，俱佳是聚在家里的俱佳，所以我们不是学作词。那唱作俱佳严格来说，它并我们不太算把它定成是一个表演，反而像是一个分享。我们常觉得说铁花村有幸在这里，然后得到了很多的资源，可是这些资源绝对不是独属于什么歌王歌后歌手的。然后我们于是我们就希望这些资源能够被更多的人使用，我们就开了一个类似像这样 open mic。 那所以其实外面有一个黑板，你们有兴趣准备好三首歌，基本上我们是希望你们带乐器来就可以上台唱歌，然后我们可以分享，然后唱完了我们还送你一杯饮料喝。那我今天主要做这个，没有我们希望透过分享的状况可以让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感受一下人生第一个正式的舞台，有灯光、音响、专业的 PA 老师在很好的场地里面唱歌。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独属于我们刚提的所谓歌手们，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那我是铁花村的村干事，我叫大大。那有村干事就一定有村长，对，你看村长会不会上场。状况应该，我想不用多做介绍。我这铁花这今年2016年的第一次的唱作俱佳，好跟你们分享一些歌曲。我是原住民卑南族人，卑南族是一个总人口数10000多的族群。然后我要唱一首卑南族的歌做开场。Oh
会问，我不知道，你没有问过原住民朋友的这些问题，纳鲁湾什么意思？后海湾什么意思？你听这首歌是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我们，当然很多，我们也有一些有所谓字词智慧的这种歌曲，可是古调听古调声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更多是其实只是在唱自己的一个心情跟心声，一个感受跟感觉。那，你听起来是思念，是平静、欢喜、高兴，也许是哀伤、怀念，就都在每个人的感触。没有什么太，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一定要有一个答案。有时候放在自己心里的感觉，也许对自己来讲才是最真实的。对啊，不然听阿妹唱三天三夜，你多难过，你三天三夜也是嗨不起来啊，不是吗？好，我想提到就是第一次到铁花村的朋友，三位、四位，哪里来？哪里过来？苗栗。苗栗。苗栗过来好远啊！那，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好，我喜欢马来西亚。对，然后这位朋友，上海 ，OK， 哇哦，好，突然间这边就有三个国家的人，然后再加上这两位朋友 ，Where are you come from？Sweden， 哇，啊，这样的话讲英文也是讲不下去了，哇。好，刚这首歌，会唱这首歌，因为，贝兰图刚刚我们最重要的记忆年纪刚刚过去。有非常多不同的祭典所组成的一个大的记忆，在跨过我们的年的时候举行。那它代表了部落的一个，用现代的话说叫除旧布新，把过去不好的留在过去的一年，把未来的好的东西准备好，向前展望，向前走。那我们从我们的少年猴祭、我们的猎祭，到我们的除丧、我们的成年，整个完毕，统称是一个年纪。我只能说，有机会的话，会认识卑南族的朋友的话，可以挑在这个时间再提前一个礼拜来，或许你们会看到更多不同于你们想象的刻板印象的，就所谓的原住民的丰年祭。其实我们不是丰年祭了，假如丰年祭开垦播种除草，是的，然后收获进仓，婴儿，哇，这一大堆过来，再加上其他的，像兰屿的飞鱼祭，二月开始，六月结束。像我们的年纪，我们还有秋千祭，像台湾还有五年祭，对，那像他们还有战，像周族他们还有战祭，那统称都叫丰年祭，也就是太进步了，一月到十二月都丰年，我们不会那么穷。对，但是换个角度说，当聊天啊，我不是在上课啊，换个角度说就是。汉人朋友们绝对不会把过年功被加被加就变被加霸占，不会。你们的端午、中秋分得很清楚，你们的过年也分得很清楚，甚至于再严格一点，你们可能春分、夏分、春分、秋分，对，夏至、冬至都分得很清楚。那原住民的记忆也有他自己的时间跟实力，只是还不是这么的被了解。那
他去问我们部落的人，他假如还是告诉你父年纪，可以问他说，那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对，还给我们原来的名字 ，OK。光。